Hello， 大家欢迎回到版本 A， 我是 Vira， 龙儿，凯西。好，今天是我们环岛旅行的 Day Five。我们呢要先去昨天抽到的成功，台东的成功。嗯，没错。好 ，Let's go。我会去玩。好可爱。现在呢 ，Stay Five 来到了成功三宣台。成功三宣台，成功眼睛睁不开，成功不成功？我好像来了三宣台总共三次，但是我没有半次走到这一座桥。但它现在在施工。没错，我这次又没有办法走到那一座桥了。风好大哦！每次都在施工。好棒哦！什么时候要施工完毕？我们现在来到长冰箱，要来去吃辉哥生鱼片。Let's go. Let's go. 这个呢是我们的朋友家开的生鱼片。听说超级好吃的，我只能说，如果有来到长冰箱的话，不能错过这一家生鱼片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不要，你拿这个就是我要生气了哦！我怎么没有吃生鱼片而已？这个骗人的。好，谢谢阿姨。拜拜，谢谢。阿姨给我们的生鱼片超多的，而且每一个都超级好吃，非常鲜甜。红冰旗鱼。不一样，在外面吃不到。走过路过不能错过辉哥生鱼片。阿姨另外在地推荐了我们哈蒂拉，听说超好吃。Let's check it out。里面卖的食物种类很多元，从米食、面食，一直到合菜类的都有。这一餐很轻松哦，各位。花莲哦，来13/2/2/1/1/1之类的。凤林跟玉林，跟富林。OK， 我们现在在长滨，然后富里要往回开40分钟，我们决定使出 pass gen， 重抽一个，一，八，重复一下。耶，北回归线 ，see you again。OK。刚好拍到他超车双黄线，有时候我还蛮佩服郑凯西的，他怎么睡都不会掉下来，真的太猛了。Everybody，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光复的吉利丁吉利潭，没错啊，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去哦。Ready， 3、2、1 ，Go！ 嘿，停。暂时，做到节奏喽！我先，要一起往前，要一直往前。吉利潭是日据时代的储木池，也是当地阿美族人祈雨祭举办的地点。呼，啊！正成，你在吵什么啦？你少年不要吵啊！他好奇怪，他一直乱叫。哇吼！妈，不要乱叫！这是谁？正成，不要乱叫了！妈，又是我，谁按都是我，都是我啦！
OK， 又满舵又满舵。演绎一个就是刚从游泳池上来的人。三、二、一，可以再开一点。哦，你有马吉的配色，你好可爱哟、哦！咦，你好可爱哟、哦！我们现在来到凤林，凤林，这里是凤林林田林场。给你一个更正的机会，是林田山林场，没有问题。进去前有个原住民阿姨在这边卖香肠，很香，买爆。摊子里面也摆着超多非常特别的蔬果。是哦，是脆脆的吗？嘿，跟那个莲藕一样。要，先不吃。有糖了。嘿，有纤维。没有味道，像马铃薯。对啊，生的马铃薯。高度怀疑这个植物是不是只有第一口能吃，因为我后来吃了每一口都超多纤维，然后很难嚼，不知道在吃什么。来，个什么精，个夜精。个一斤哦，刚好吃了什么？好吃吗？哦，而且我要刷牙，这样刷牙啦。林田山林场曾经是台湾第四大林场，园区内保留当时运木的铁道和火车，还有许多当时的特色建筑。那时候的林田山林场非常的繁荣，甚至还有小上海的称号。我们又来到要出口的地方找原住民阿姨，她告诉我们这是真的马告长这样子。阿姨，真的这样不行。你要喝的时候哈，一摇一摇。好，因为底下有沉淀物，这是很好的，你就给它摇一摇哈。喝酒就是要喝醉，要喝酒要有醉，没有醉就不算喝酒。喝了心情就很美丽。哎呦，晚喝是你好吗？嘿嘿。哦，或者是你喝酒了吗？满八。门八，八四九。阿姨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前往凤林，听说这边臭豆腐非常特别，都是加韭菜的，不是给你加泡菜。OK， 但是挑食，如果我是不吃韭菜的。OK， 实际结束。花莲市区 check in。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我们订的饭店，然后我们要去吃花莲的牛排欧香，要骑脚踏车去。我喜欢 iPhone 十三。马铃薯五星的怎么样？要骑脚踏车去？没有心得，去试一试。他不想要。脚踏车好骑吗？难抱骑，抱难骑。接下来来到口袋名单，欧香牛排，这才是食物嘛，韭菜那到底是什么啦？这里是点一个主餐就可以获得整个套餐的地方，有沙拉、前菜、汤、甜点、饮料等等。好的。我吃套餐。又平安过去了，感谢你各位同学的努力，今天又要在酒精中度过了，酒精环岛为我们自己拍手鼓励，只剩下一张。